主持群大合唱，最新周末黄金时段歌唱综艺录影彩排，旺旺中时媒体集团执行长林伯川特地到现场慰劳大家，勘察软硬体设备就是为了好还要更好，因为节目开播一个月收视越爬越高。五个我都不捌搭档过，没想到讲第四个礼拜就略胜一点点，希望可以继续保持。根据 Nielsen 最新收视调查，六日播出的歌唱综艺四岁以上平均收视高达 1.83， 25到49岁分众收视 1.05， 居无线台同时段节目收视冠军。中视董事长胡雪珠送下午茶帮大家加油，现场艺人工作人员一手饮料一手甜点。火花真的是康哥把我们激励出来的，有很多的梗跟很多的节奏，真的是第一次做这样子的磨合，完美的结合啦。像有好会讲的啊，有唱歌很好听的啊，有像我这种很好笑的。蔡小虎、龙千玉大咖云集，乐队演奏带动气氛，营造歌厅秀氛围，以综艺王国称号制作出叫好叫座的节目。六位主持新阵容新火花，收视屡传捷报，也让主持群更加振奋。记者林正坚台北报道。